现在已经是属于高龄社会，因此老人的照顾都变得相当的重要。闽家乡临河社区为着要让临河村甲东湖村的长辈拢会当有一个活动的空间，伫今年特别成立社区关怀据点，每礼拜三，让长辈拢会当来到社区运动、交朋友，丰富因的生活。对着老师来跳着简单的舞蹈，和身体热起来。并接到各种健康测量来检查家己的身体是唔是有出状况。闽江乡仁和村伫今年正式成立社区关怀据点，并选择今日盛大来开幕，招到每礼拜三和中者来到社区活动，交朋友，丰富因的退休生活。咱今日吼也真欢喜，也伫咱的仁和这个村办公室，也甲咱一会所者来办这个关怀据点吼，啊这个。去办啊！伫遮呢，啊，咱参观了了，来，咱有一两千个这个人口，啊，咱老人65岁以上啊，那咱任何，咱嘛有将近要200个，吼、哦，啊，伫遮来办这个关怀祭典，啊，来互咱一礼拜一天，啊，咱去办吼，拢、哦、来选定礼拜三的早时，啊，甲10点为止，啊，伫遮来关怀着咱的这个老人。仁和社区关怀据点主要是让仁和村和东湖村65岁以上的长辈来到社区进行活动，除了运动课，也会定期举办讲座，并借着共餐的方式，让大家都会当来到这交朋友、学习新知识。我们这个点是由南投县青年返乡服务协会所承办。那健康促进的活动，包括像健康律动的活动，还有一些健康讲座，就希望这些长辈能够尽量走出来，不要只是待在家里这样子，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个据点的活动，不只受有那个餐点的供应，那还有一些健康的讲座，来让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现场长辈拢真欢喜来做着各种活动，并借着志工来替因量血压、把关身体状况，和长者拢感觉相当欢喜。真欢喜哦，咱即摆的因路社区开啊，做关怀的这个。地点哦，大家若来的时阵哦，会用你来这听一挂课程，也是量血压啥货，种种哦，会娱乐安尼来这互相交朋友，会交流安尼，拢袂歹啦。这摆社区据点是由南投青年返乡服务协会来做主办，希望借着据点的成立，和社区的长者拢会当得到完善的照顾，并来落实关怀目标。记者李伟定采访报道。